现在立刻回家躺平休息，不准去代班。不想要更年期提早到的话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老公，说到就想走啊！生病是可以医治的，那你掉手机是不是活该？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秋不拉BB如正亲临。